Hello， 大家好啊！这次视频介绍这个 FX 商店。上次这个 FF7 视频出来之后反响还不错啊，打过 mod 之后能跑到60帧，优化还是不错的。而且这个游戏是 EPIC 独占。抛开圣诞档 ，EPIC 折扣力度相当大。我们来讲一下 EPIC 之前送过的几款免费游戏和现在正在免费的一款游戏啊。这边是 EPIC 送的这个掠食啊，我们选择男性角色，这个 GR 还是很豪华的啊，好像是一个专家出身。这个是物理引擎是不错的，什么杯子啊什么都可以摔，还有这个像蒸锅一样的这个电饭煲啊，也是蛮神奇的，可以摔来摔去，锅碗瓢盆啊什么的。不过这都不是重点啊，我不是个哈士奇，我还是个专家啊，我要穿着衣服上班去的，这个衣服有点像宇航服啊。然后这个维修女工好像也会和我们打招呼啊，这个经验有点像2077，这个游戏也像是优化好的2077啊。然后这点就很惊讶，这个专家居然是乘妈的直升机上班的啊，也很像2077那个，专业人士那个开局一样的，坐直升飞机上班。然后这个游戏还优化不错的，虽然说是 DX11 没到 DX12， 但平均来说才13瓦左右啊，而且帧数是比较稳定的。这个游戏和2077比起来真是棒呆掉了。2077这个掌机要开70%渲染才能有个40帧啊。动不动还掉帧，真的是差距太大。不过这个掌机绝大部分游戏 720p 还是依然能跑到30帧以上啊，也还算可以。这边 AI 科技感觉也是蛮发达的，可以和你打招呼啊什么的。这边下楼梯直接上班，然后就能看到一个中年油腻大叔吧，应该算是和你讲一堆东西的，反正我也听不懂他讲什么，虽然有字幕我也看不懂。之后流程体验就各位玩家自己玩了，应该是剧情比较反转的一个游戏，看下来评价是相当高啊。一派哥很良心的居然送这种剧情向的高评价游戏啊，优化也不错。是说是蛮良心的，我以为会送这种很傻的甜点游戏啊，这个游戏其实已经到了3A 级的制作水准。介绍一派哥呢，怎么能少这个特色吃鸡游戏啊，堡垒之夜。这游戏国服应该算凉了吧，给腾讯搞的。然后 EPIC 这边玩的人还是蛮多的，但没有因为腾讯的原因，好像是没有中文这个选择。哎，这企鹅他妈的搞得我们只能硬啃生肉啊，看英语打。影响也不大，但其实它选项很多还是有英语选项的，比如这个显示你要换成 DX12 才能不卡。开 DX11 的话会蛮卡的，现在切换这个12之后平均15瓦左右啊，开了这个中高性能档，建议优化一下啊。不优化的话它可能会跑到25瓦左右，有点热。我觉得这个掌机建议还是尽量不要跑到20瓦，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还低一点啊，瓦数低还是比较能控制这个散热的。然后这个掌机玩这个呢勉强能玩，打打人机还可以啊，和对枪的应该都是人机吧，打怎么惨，我用摇杆都能打。然后我们这边有大佬在研发这个陀螺仪啊，虽然我这盘没有用，因为我怕网游被封掉啊，陀螺仪不一定适合网游这种操作，万一用不好就会被封号。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流畅的，我看这边帧数基本上没有低于过50帧啊，瓦数的话在15瓦左右，最高应该不会到18瓦。它好像是预读性质的优化啊，跳伞之后会有一个卡顿，然后之后会越来越流畅。这边画质的话是低画质的100%渲染啊。之后几个是我以前测过的一个游戏啊，比如这个骑士2啊，也是 EPIC 独占的啊，这个是也免费过，但我是买了。这个游戏其实很好玩，切西瓜啊，真的是蛮好玩的，很爽，切起来有那种拳拳到肉的感觉啊，刀刀到肉，好意思。打起来就是节奏很快，而且很激烈，中世纪的战地啊，比战地好玩多了。这个没有外挂啊，最多挂也就是弓箭手射的一准点，但其实还是要拼刀的，是男人就是硬刚啊，真的是蛮好玩的。战地系列这个真的是没法玩啊，全是挂，哎呀，这个战地一诛仙之旅啊，中世纪的游戏就会好很多。后面还会测一些 EPIC 送的免费游戏啊，这边喜欢的话，可小伙伴可以一键三连啊。会持续推出掌机的各种优化啊，游戏测试啊什么的，谢谢大家。
Keep moving! Skabank, the other brother.